是吧？还杀羊啊？啥意思？就杀羊，不是人了我。这俩来杀羊了。我家爬蛋，我家爬蛋刚七斤。大母的。败家。哎，你到底上不上去？你咋整？我跟你们走啊。倒车，请注意倒车，请注意倒车，请注意倒车。哎呀呀呀！看这一大卷牛，多招人稀。蛋儿，你家撒羊去吧。你家都劈完了吧？没有呢。还没钱呢。啊？没钱没钱。那我看你家苞米楼都满了。满了。再劈一遍。那个刘金学他那小子。给谁？啊？给谁啊？给我帮劈了几根儿。咋不劈了？我上防护这劈去。嗯。刘明辉上课呢，那我呢？在课楼上课呢。来，快帮，快帮帮我，不给我帮我帮。你就看我家这速度，肯定是你先来。